本周四更新后，一大堆福利直接上线，返场皮肤也陆续登场，人气第一的海盐特调已经在商店了，赶紧带它回家吧。不过本期要说的不是皮肤，而是这个奖励。五周年庆更新了登录福利，从500天的线索到1000天的线索加灵感，再到现在的1500天的灵感加线索。但不得不说，网易确实扣了点，数额居然完全没变化。但是嘛，888线索虽然没啥用，888灵感可是可以抽9次精华的，简直就是血赚了，妥妥的白嫖。当然了，这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奖励。1500天登录累计是什么概念？游戏开服到现在也就5年，满打满算也就1800天。在这1800天中登录1500天，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反正我是做到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说完这个，就稍微说一下值得入手的返场皮肤。虽然这些皮肤未来依然有机会返场，但早有早享受，因此首推的是周年庆小女孩限定金皮和挂件。哪怕你再怎么喜欢返场的忘川渡人和海盐特调，首选依然是周年庆皮肤，就是为了限定两个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就是这个限定随从，简单的说，一切限定直接拿下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的快乐石足够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的快乐石够了吗？